今天是2014年的7月16号，我们从林氏离开，现在要前往哪里呢？要前往坎尼，也就是卡纳，也就是所谓的叫坎城。从早上的7点集合出发，然后在7点半才离开。目前车子大概车上坐了大概36个人，有来自于广州中青旅的，还有中国中青旅的所有贵宾，还有所有的导游群，全部有15位。我们现在今天早上的目的是从坎城，然后再经过到马赛。到马赛呢，我们会参观有两个景点的部分。